拿到手里，是有孕前险的，而且7天无理由。如果拿到手里，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不满意、不喜欢，你给小迪干嘛？原路返回，路费算我的，而且7天无理由，是不是很暧昧啊？这是小迪能给你们做到的，别人家没有的机制啊！别人家可能就是这个一管子就要卖个十几块钱，将近20块钱啊！我给大家9.9块两管子拿到家里啊，咱们平时家人都能用得到的啊。这个是平时像比如说牙比较敏感的啊，用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的啊。像牙经常抽这个烟的啊，上面有这个顽固的这个黄渍啊，这个东西它是很有效的啊，很有效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都是有这个报告的，看到没有，叔叔阿姨们啊，咱们都是有这个去渍报告的，看到没有，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拿回家啊，拿回家啊！这个不多了啊，这个不多，叔叔阿姨们啊，不多，叔叔阿姨们，咱们能抢的可以去抢一下，9.9是2只，外面的话都得十几二十一只，然后我们这个是直接到手2只啊，拿回去家里一家人都可以用的，可以用2只可以用很久的，叔叔阿姨们。9.9就是一个快递费啊，咱们都不到。你平时在外面啊，这个10几20块钱啊，10几20块钱的，今天多少钱？今天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运费钱啊，而且是孕前险啊，而且是7天无理由。怎么没有了？拍不了了，那就是没有了吗？没有了，是没有了呀。啊，那就是没有了，可能就是没有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赚大家钱的，而且我给大家补贴了差不多10几块钱在里面啊，补贴了，我给大家去补贴了，因为一管就要10几块钱啊，我给大家补贴了啊，而且运费的话，这边的话呢是小迪给大家包了的，然后给大家补贴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有多少没有拍到的啊？多少没有拍到的，你们给我扣个一字啊，叔叔阿姨们啊，这个我跟你们讲啊，它是有标准的啊，它是有标准的啊。咱们平时在外，咱们平时就是买到的一些牙膏啊，干嘛的啊？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相比啊，咱们可以看一下，有些我就不说了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成分比啊，它都是有这个的啊，看到没有？都是有什么证书的啊？看到没有，叔叔阿姨们啊？多少没拍到的啊？没有拍到的，我们呢在屏幕上扣个一字啊，小迪给大家。好不好？我看有多少没拍到的啊，没拍到的啊，这个看到没有？都是有这个的啊，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啊，不是说咱们在外面买到的东西都是那个的啊，都是有的啊。叔叔阿姨们，咱们都抢到没有啊？咱们没有抢的话，咱们给大家扣个一啊，扣个一看一下。是的，没有抢到的你们扣个一啊，叔叔阿姨们啊。好东西没有那么多啊，你就说让我再来20单，再来20单，叔叔阿姨们，你们有点为难小迪了啊。咱们这样，有多少还没有抢到的啊？有多少没抢到的，你们扣个一啊！我看有多少没抢到的，我就给大家上几单，好不好？也没有这么多啊，没有这么多，因为这个东西10几20块钱一管，然后呢，两管的话就得将近40块钱了吧？再算上运费，是不是啊？10来块钱的，这就得50块钱了啊！50块钱，那我今天9.9给大家，那小迪其实给大家是补贴了将近快40块钱在里面的啊，叔叔阿姨们，你们也理解一下啊，20单肯定是上不了啊，太多了啊，我给大家能再上个5单好不好，叔叔阿姨们，我给你们再上个5单好不好，就5单啊，多了小迪可能就真的上不了了啊，给你们再上5单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啊，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啊，你们理解一下啊，我给大家再上5单啊，你们能抢就抢啊，抢得到呢咱们就拼一下手速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啊，我是真的是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东西能够感谢到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是不是啊，叔叔阿姨们，来我给大家给大家再上一下啊，你们准备好咱们的这个手速啊，咱们去抢一抢啊，因为没有这么多了啊，叔叔阿姨们啊，给大家再备5单好不好，下面链接给大家弹出来了啊，在这里啊，是的啊，给大家弹出来了，这个平时抽烟牙上有那个黄的那个顽固的这个污渍啊，包括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嘴巴里面有这个异味的啊，你们知道这个它的清新口气时效啊。时效是很长的啊，咱们这个是清新口气的啊，它的是因为是柠檬口味的啊，柠檬口味的，它的这个有效时间是比普通的啊，比其他的这个
牙膏时间是要长的啊，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牙博士的啊，而且是大品牌啊，就是正品，假一罚三。今天在直播间，叔叔阿姨们，我们也跟你说了啊，这是小迪的破价机制啊，我呢是作为一个福利品回馈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回馈你们啊，给你们去进行一个回馈的啊，你们呢就是抢得到的话可以多拍几单都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想一想啊，咱们一管的话平时在外面就十几二十块钱了，是不是？这个牙膏咱们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啊，一管你要十几块钱了，你拿个拍个几单回家，是不是咱们一家人都可以用的啊？这个是有些就是牙齿比较敏感的啊，平时用这个东西啊，牙齿比较敏感的用这个东西的话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老人小孩咱们都是可以用的啊，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对，这个是好东西啊。你们那个啊，可以去拍一拍，咱们去讲一讲啊。是的，我们这个是两只啊，就是9.9块，到时候是两只这么大只的。是的啊，一盒的话呢是105克，105克啊，一盒是105克的净含量啊。咱们呢在这个105克，这个日期都是新的日期啊，是吧，阿姨？你们拿到手以后都是新的日期啊。咱们平时这个家里啊需要去备一点牙膏的啊，咱们都可以去多拍几单的啊，因为这个是大品牌啊，大品牌。你平时这个牙博士咱们都知道啊，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报告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报告，牙博士啊，叔叔阿姨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些都是有的啊，呀，看到没有，是吧，阿姨们啊，都是有的啊。这个不会给大家就是随便去承诺这些东西的啊。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保证啊，如果不是他是加一罚三的，叔叔阿姨们。是的。然后9.9块到手是两只，它的这个每一只都是105克啊，很大只的，可以用很久啊，叔叔阿姨们。是的，新的日期啊，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去啊，去拿回家，刷牙干嘛的？它的这个口腔的这个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这个清新度，清新薄荷味的这个啊，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清新度。咱们拿回家以后就是今天拍的话，明天给大家发啊，基本上3-5天都能到大家手里的啊。你们去拿回家去用就好了啊啊，你们放心，就是这个东西的话，我跟大家就这么说吧啊，产品见人品啊，你们。这么喜欢小迪呢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我们不会给大家就是去发一些乱八七糟的东西啊，我给大家的都是好东西，知道吧，叔叔阿姨们，给到大家的都是好东西，一定都是让叔叔阿姨们拿到手里觉得这个东西什么呢，物超啊所什么值，懂我的意思吧，叔叔阿姨们啊，一定都是让叔叔阿姨们就是放心的啊。既然大家那么相信小迪，是不是？你在外面一管要十几块钱、20块钱的，是不是？十了都啊！你们可以去，大家去线下某商某超去看一下，对比一下，是不是啊？一管牙膏是不是都要10-20块钱的啊？这一管给大家两管9.9块啊，叔叔阿姨们，9.9块就是一个什么价格呢？就是一个快递价啊，快递的话10块8块的，是不是？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放心拍就好了啊，叔叔阿姨们你们放心拍啊，还有多少没拍到的叔叔阿姨们啊，我看一下啊，好像不多了，还有最后一单啊，还有最后一单啊，还有没拍到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最后一单了啊，拍完我们就下了啊，叔叔阿姨们拍完我们就下了啊，还有最后一单啊，叔叔阿姨们，咱们没有抢到的可以去抢啊，因为真的他外面某商某超的话他10-20一只，然后我们今天是9.9块2只，而且他还是新最近的日期啊，就是新鲜的日期啊，是的啊，叔叔阿姨们啊，这个啊，牙博士啊，咱们是这个大牌啊，国货啊，国货之光，咱们是可以信任的啊，国货之光可以信任的啊，他们呢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做一个品宣啊，叔叔阿姨们啊，这个东西是不赚大家钱的啊，你们9.9块就是一个快递钱都不到啊，你们拿到手里啊，就是你们如果觉得好啊，觉得好，那就是小迪最大的什么呢，一个开心的事情了啊，是不是叔叔阿姨们啊，这是我开心的事情了啊，9.9块，那这个就没有了啊，叔叔阿姨们没有了、没有了、这个都抢到了吧啊，都抢到了吧啊，
都抢到了吧？没有说哪个叔叔阿姨们没抢到了吧？今天我是希望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咱们都能够享受到小迪的这个诚意啊，都能够拿到好的东西啊，享受到小迪的诚意。这个是我自己补贴了40块钱给大家上的啊，我自己给大家补贴了40块钱啊，一盒就要多少？10几20块钱？10几20了啊，两盒就要将近40块钱了，再算上快递费10来块钱就是50块钱了。今天给大家上的是9.9块啊，我给大家去补贴了啊，补贴的这个钱啊，叔叔阿姨们你们都抢到了啊。都抢到了啊！嗯，叔叔阿姨们，咱们刚刚抢到的话，就3到5天左右啊，叔叔阿姨们就可以收到了。然后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用过一段时间，觉得真的好，然后才给叔叔阿姨们分享。如果我们自己没用过的话，都不会给你们分享的。是的，这个也是我自己经常用的啊，我自己也是经常用的啊。这个东西都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这是我自己经常用的。还有没抢到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手速太慢了，阿姨们。哥哥姐姐们，你们手速太慢了。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就是咱们就是如扫迪上的那个链接，咱们要尽快，手速要快啊。你们还没有抢到的话，这个对吧，你看一直在用牙医生是吧，还有没抢到的啊，还有没抢到的。哎呀，小迪哥，那能不能就是再给叔叔阿姨们补贴一点点，因为他们平时都很支持我嘛，我想让他们都能收到这个好东西一起用一下。我一单给大家贴了40块钱，叔叔阿姨们，我一单给大家贴了40块钱啊。你们这样，叔叔阿姨们，我看一下啊，刚才有那个拍了的但是没有付款的啊，我把它给踢掉啊，拍了的没有付款的我把它给踢掉，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啊。我再给叔叔阿姨们讲一下啊，你平时在外面的话买不到这样的机制的啊，这一管在线下10几20块钱，你们知道吧，10几20块钱就这一管啊。今天呢给大家呢是9.9块两管，两只啊，一只是105克净含量的啊，都是新的日期啊，叔叔阿姨们，两管啊，咱们呢就是牙上面经常有这个烟字啊、黄字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假一罚三，正品啊，看到没有啊？这都是牙博士这边的，都是有啊，报告都是有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啊，咱们该有的都有啊，该有的一样都不落啊，该有的一样都不落啊。平时你在外面一管就要10几20块钱的，今天啊给大家2管9.9块啊，叔叔阿姨们，两只啊，两只，对。看到没有啊，该有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落啊，就是回馈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啊，希望你们能够就是能够用到好的东西啊。我把那个降库存的给大家踢掉好不好，就是刚才没有付款的啊，这边还有3个啊，叔叔阿姨们你们抓紧时间抢啊，我再给大家上咱们就去抢了啊，再抢不到小迪就真的没有了啊，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就是拼一下手速啊，我给大家再上一波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啊，咱们最后还有3单啊，还有3单，叔叔阿姨们啊，咱们9.9块2管啊，牙博士的，叔叔阿姨们啊，链接给大家。叔叔阿姨们，这个还有最后一点点啊，给大家上了，咱们刚刚没有抢到的可以去抢一下，咱们就拼网速去抢一下，因为它也是真的很便宜啊，9.9块是两只啊，两只这么大只的，在外面都得10几20的话。那个价格还是差的挺多的，一管啊，咱们在外面10几20块钱啊，今天两管就是给大家9.9块一个快递费啊，这个是真的，我实打实的讲心里话啊，是不赚叔叔阿姨们钱的啊，因为你们知道这个快递费都不够啊，我给大家补贴了40块钱啊，一管要10几块钱，两管就要40啊，将近40块钱，再算上运费，是不是差不多就50块钱了啊？咱们两管在一起，我给大家9.9啊，而且。有什么呢，运费险还有运险险啊，7天无理由，就是如果你拿到手里啊，你7天以内啊，你不喜欢，你原路返回路费都算小迪的好不好，路费我都给你们包了，是不是叔叔阿姨们啊，我给你们就是做到，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其他的他们这个东西没有这么好的福利啊，这个机制是我给叔叔阿姨们的啊，这个福利知道吧，叔叔阿姨们啊，这个是我小迪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在我的直播间啊，能够感谢叔叔阿姨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喜欢，我给大家去补贴的啊，放的这个福利你们去拍就好了啊，这个就是啊，给大家啊，给大家9.9块两只啊，就两大只这么多，是两只啊，9.9块啊，叔叔阿姨们，拿回去我们家里一家人都可以用的，它是那个
薄荷味的，可以清爽口感啊，保持我们那个口腔的健健康康啊。是的，咱们有顽固的这个牙渍的啊，平时对牙垢的啊，你还有这个口气有这个异味的啊，咱们用上这个牙博士啊，都是很好的啊，都很好的，叔叔阿姨们啊。这个就没有了啊，没有了啊，叔叔阿姨们，这个就没有了，好不好？咱们就拍的话，基本上就是明天给大家去发啊，三五天就能到大家手里的啊，你们都放放心心的啊，叔叔阿姨们，你们都吃饭了吗？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已经八点了，你们有没有吃饭啊？你们还有没有没吃饭的叔叔阿姨们啊？没吃饭的叔叔阿姨们啊，这样平时吃饭不规律的叔叔阿姨们啊，我给你们今天啊。今天小迪开心啊！今天小迪再给叔叔阿姨们上一个福利，好不好？我今天开心啊！我今天就是想宠叔叔阿姨们啊，哥哥姐姐们啊！我把我能够就是能够给到叔叔阿姨们的好东西，我今天都一起安排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啊，你在外面咱们见不到的东西，见不到的好东西啊，见不到的好的价格福利机制，我今天在直播间一给叔叔阿姨们安排了，好不好？你们看一下小迪的诚意啊，是不是小迪说的这样？来，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吃饭啊，咱们吃饭有时候我那个什么的啊，不规律的啊，叔叔阿姨们啊。叔叔阿姨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很多福利啊。来，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平时在外面啊吃饭。啊，有时候这个不规律的做饭时间啊，做饭有时候忙，是不是？咱们来不及吃饭的叔叔阿姨们，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啊，这个啊，咱们叫什么？山药玉米葛根粉啊，葛根羹啊，这个是我在家里啊，我给我妈给我家里的这个长辈他们去吃的啊，我自己平时也吃，作为一个代餐啊，作为一个代餐，这一罐平时在线下啊某商某超里面这一罐多少钱啊？这一块就要19.9啊，19.9，它是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看得到吧啊？它的配料表是玉米啊，看得到吧？玉米、山药、葛根、大米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没有糖啊，咱们呢就是很干净啊，作为早餐和代餐吃都特别好啊。一罐平时在外面19.9，是不是啊？然后一罐呢是多少？500克的啊，就是一斤的啊，500克一斤的啊，19.9。今天小迪给大家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今天一罐两罐好不好？两罐给到大家啊，这两罐是多少？两斤、我怎么老是这样？两罐给到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19.9啊，19.9，你们早上作为早餐和代餐吃都是特别好的啊，叔叔阿姨们，你们拼一拼手速，拼一拼网速啊！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啊，就是山药、玉米、葛根、大米。大家都知道葛根是干嘛的吗？啊，其他我都不说了啊。葛根很多叔叔阿姨们不知道，这个里面的葛根呢，它是柴葛，不是粉葛，知道吧？柴葛它比粉葛啊，它的就是效作用更好啊。柴葛是干嘛的？你们知道吧？柴葛就是葛根粉啊，像咱们平时小星星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啊小管管，你们知道吧？啊，有时候会堵啊，这个柴葛呢，它就能起到一个什么呢？给它通一通，通一通，能够把它通一通啊。像柴葛，平时咱们在外面啊，你们去喝的那个柴葛啊，就是它一斤都要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知道吧，叔叔阿姨们啊？柴葛就要这个里面就含有这个什么呢？柴葛啊，山药、葛根、玉米羹，早餐代餐都特别好啊。这个一罐19.9，今天我给大家一罐、两罐19.9，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安排到家啊，路费算小迪的，好不好？给大家包邮到家。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啊，咱们能拍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的你们准备好手速，准备好网速啊，我就给大家上，好不好？啊，这个平时你们在外面的话，某商某超包括线下的一些啊其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一个都要多少？都要一罐都要19.9啊。我给大家链接弹在下方了啊，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啊，链接弹在下方了，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去拍啊，早餐代餐吃都可以啊，早餐代餐吃都可以。这个我妈妈在家里喝啊，我爸也喝，我也喝啊，只有我跟小凤放在这儿给小凤喝的啊。今天我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啊，一次性把福利咱们都拉满了啊。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去拍啊，
在下面这个链接啊，下面这个链接已经给大家上了，是19.9两罐，19.9平时，哎，什么？19.9啊，19.9咱们是两罐，平时19.9一罐，今天19.9给大家上多少？上两罐啊，叔阿姨们啊，19.9给大家上两罐啊。如果说你们啊，你们平时早上吃饭啊，或者是中午吃饭，平时比较忙。